一般正在下棋、观棋、脚头、修脚、肉鸡。解手，哎，好，别打，下不过我。谁说呢？哟，剃头了啊！我徒弟小虎给我剃的。不让小虎给他们剃，他们还都不愿意剃啊。至于的吗？不就剃个头吗？是啊，又没要脑袋，是不是？哎，同志们，我最近呢要去参加一个优秀猎人堂的表彰大会，没准还上电视呢。是啊，哎，顺便给我剃个头。哎，对，我试一下脑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给我剃啊，拿盆啊。好嘞。你这怎么让他剃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教会的徒弟饿死师傅了。斗金新世纪，胸怀军旅梦，告别了家乡跑部队，当上了军士兵。那是你的光荣啊，小伙儿，连里正在讨论上机关帮忙的人选，你可要慎重啊。连长是代表全连形象乃至全长站的形象，就是嘛，责任重大呀。你给我弄个体贴，这是影响了炊事班的形象。你要给连长弄个体贴呀，麻烦大了。连长上电视，上舞台一领奖，后脑袋瓜一道沟，那直接影响咱全连的形象乃至当代军人的形象。干啥玩意儿？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啊，怎么了，胡啊？紧张啥呀？不就理个发吗？是不是？连长这是对你的信任呢，是吧？光荣啊！你想想，全连除了你，谁敢摸连长脑袋？那可别说了，你这一说，我更害怕，更不敢摸连长脑袋了。连长脑袋是地雷啊，能炸着你咋的？小胡，你不要想着离不好，你想想，你要离好了嘞，你离好，连长一高兴，肯定往机关推荐你啊。对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俩别说了，你俩别给捣乱啥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想连长的脑袋不是脑袋呀、啊？你以为连长脑袋是球啊？那脑袋也不是方的，也不是三角的，也不是尖的，也不是长的。说嘛呢？我脑袋照你惹你了，白。我是为了帮着他，所以才站在你脑袋上联想了一下。啊，哎呀，说不定我呀，彻底上起频道了。对，全得仰仗你了啊，我说。不是连长，我跟你说，我师傅老高吧，剪的比我好。你干嘛？对，不愿意剃是吧？我脑袋也不是地雷，确实吧。对，你们剃头，我们玩球。哎，班长，我们送饭去了啊。哎，走。哎，最近又有嘛事发表吗？前不久刚发了一个。哦，瞧瞧。秀才，秀才，秀才，绝对秀才，谢谢，谢谢。哎。花儿，最近场站啊要调战士，帮他们搞宣传工作。我呀、啊，准备推荐你。哎，别瞎嚷嚷，好好干。连长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连里丢人。好。把那个刷子给我，连长啊，你这后边我啊，没事，我那后边有俩旋，没关系。不是，我后面给你剔除到沟了。哎，没事，不就剔除一个？二。
开会去了，你这不让我丢人吗？这不是？哎呦，这是嘛呀？你说你那么胆小，能干嘛？你看，能不提出个够来吗？行了，还有嘛挽救措施吗？有啊，我给你买个假发戴上，还贫？嘛徒弟呀，嘛玩意儿？这老高叫的他，白大爷算他师傅呀？这老高都错。哎，老公，嗯，拿的这么正好啊？啊，正好了。我看看。哎呀，干嘛呢？怎么挣出一道沟来？干嘛呢？您没有沟。啊，哎，大哥，这碗还没煮呢。粥啊，煮了。煮什么呢？煮了，锅里都没有米，你煮粥了？哦，不是，这就煮。哦，什么玩意？子福啊，我看你最近工作心不在焉啊，连长的头已经剃成那样了，这想着管什么用啊？我在想，我这一推子推下去，这把去机关的事给推黄了。小胡啊，你不能因为去不了机关帮忙就不好好干工作了吗？你自己说的，一颗红心亮出人命了。不去就不去呗，不就是帮忙吗？机关我给你几天就把你腿跑折了。我要能去上，我跑折了我也愿意。前面回勤啊。机关推荐的这圈不是你可问熟吗？啊，几张条卡问熟，臭美哭脸嘞，说不定您还有戏嘞。真的？真嘞。就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呀、啊，看这两天文硕不冲你老蹭蹭蹭的看你吗？哎，这说明他没戏了。他要是没戏，你不就有戏了？哎，班长，释放几碗米啊？几碗？哦，几碗？什么几碗啊？你天天煮粥，你不知道放几碗米啊？啊，八碗吧。哎，毛啊，嗯，文叔真愁眉不展呢，真累，没办法，竞争是我庆的，名额只有一个呀。强啊，你说他不会是装的吧？不会，文叔这人啥事都在脸上，不会装的。真的？真累。怎么说我还有戏啊？是啊，这得有戏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两天看文叔啊，他好像还对连长挺有意见的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连长肯定推荐你啊。真的？真累。连长真没往心里去？绝对没有。你俩别安慰我。哎，郭班长，你等会儿，你们煮的这是什么粥啊？大米粥啊。大米粥啊？我都喝了半碗了，也没见过米粒啊。李班长，看你嚷嚷啥呀？那怎么没米粒儿呢？没米粒儿，你看你那嘴上粘的。哦，大哥，这粥你煮的吧？我一猜就是，成天的梦想当个作家，不务正业。你能不能先把你这粥煮好喽，再写你的文章？真气！那粥没煮好，你扯别的干啥呀？那煮粥跟我写文章有啥关系？那怎么没关系？你煮的粥跟你写的文章一样，没干的，稀汤挂了水的，水到尿裤。让什么？连长，慢点，听得见。李班长，到，大家都喝这粥了，怎么就你一人嚷嚷的啊？不是，粥稀了，你多吃点干的不就完了吗？是，嚷嚷啊！是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吃完赶紧回去，办理都等着你。是。那会儿胡班长，以后不用给厂长送绿豆汤了啊，三天不用喝水了，关了个水管。你凭嘛？你坐着。哎，我说，这粥谁熬的？是我煮的。胡，你这粥熬的不错呀啊！谢谢。戴口罩都能喝得进去。我看你是有点不安心工作。连长，我挺安心的，我真是一时疏忽。还找辙？你说我准备介绍他到厂长帮着工作去，就你这样的马马虎虎啊，丢三落四，我敢向人家推荐你吗？副班长，你别那么带的，马马虎虎让他踏实点儿。这你都这么忙，做的嘛？连长们都
小胡，你怎么回事？关键是给我掉链子，你再这样我都踏实了，怎么？这场面上对你影响更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去不上机关，虎啊，咱就在这儿干了啊！不就周主席了点吗？连长这是借题发挥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把他头踢坏了，还说不秋后算账了，这还没立秋呢，就把账先算了。晚上，为什么昨天当兵晚上给他锁名号啊？啊，知道了。我跟小蒋委出去了啊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去了啊。哎，小胡，走，来来来。这个病发发，你就抓了以后，你亲自给连长送过去，正好可以一块儿，哎，沟通沟通，聊聊咱的感情。俺刚说的挺好啊，我同意，你诚恳一点，主动连长道歉。哎，没错，你们原谅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人在有病的时候，感情最脆弱，不堪忽悠。行，我送。那我给做啥？人在吃饭的时候不想吃多的东西，你还做个肉丝面，放你两个荷包蛋，热乎乎的端过去，搞定了。哎，我这就不。哎，花儿，糖多点，面少点，让他吃了发发汗。对，哎，花花花，你干什么？你弄那么一大块肉干什么？啊！你给连长师傅得多放点肉。你打住打住打住！你切那么多肉丝就不用放面了。你看，不是你们说的让我跟连长交流感情吗？这多放点肉就心疼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是要面还是炖肉啊？你现在要面倒计了，别忘了是病号饭。是啊，人家憋着有病就不想吃饭，你弄那么大的诱魂，你这不是恶心是不是？哎呀！老胡。多了，就是不能放这么多，看放这么多呀！你做面条，你是都管出去，这都管出去吗？太多了，这个、哎，你这太少了，这清淡不好吃。哎呀，胡啊，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。没学过辩证法，对你来说是清淡了，对别人来说就太诱惑了。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。哎呀，一碗面条整出哲理了。那行，我听您的，给连长清汤挂水的做一碗。对。这关键他要吃不好，对我印象就彻底完了。不可能，我住了多少年病号饭了。No problem. Yes, sir. 我来。哎，小红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全吃完了吗？我说不能做太油腻嘛。小红，他的很顺利吗？顺利啥呀？你们都要把我害苦了。没谈好啊？不是没谈好，是没吃好。连长说了，我啥也不会干，做一碗病号饭，清汤挂水的，不让病号吃饱。连长什么病，怎么还那么能吃啊？就是连长得啥病啊？甲亢？什么甲亢啊？人家脚脖子崴了，不耽误吃饭。这个炉子。判断失误哈，没想到连长只是脚崴了一下。这样，我跟你一起去拦连长，纪律一正，好不好？看来啊，经验主义害死人啊！同志们，我们这要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。小胡啊，回头我也陪你找连长谈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事儿呢是咱们仨惹起的。对，咱们仨呢可以带小胡一起给那个连长赔礼道歉。对，哎，应该赔礼道歉也没用了，连长已经决定问赎去了。真的？是。文叔现在正跟大家的告别呢，我怕你不好受，我没敢跟你说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了，连长也是普通人，爱计较个小事儿。为了绿色的风，军旗下山腰。对，没了，大家都在啊。哎呀，我这次来吧，是和大家告别的。胡班长，告了，告了，要复员了。不是，老高被开除了吗？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都不往好的想我呢？哎，往好的想是吧？哎，大招！哎呀，当站长啊！妈还能继续猛力呀！哎，小胡，虽然我可能委屈，也可能不服，但是我被无情的淘汰了。恭喜！谢谢你啊，小胡。哎，不对呀，小胡，我这个事情和你有个母子关系啊。再说了，这是连里推荐你。我也没有搞小动作啊。
可你总是在连长眼皮子也转悠啊，那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。少阳帮他早逢春呢。可我们胡呢？漏屋再逢连阴雨，破船又遇顶孤峰。他现在是武打浪买棉花，任性火也孬。这几个怎么回事？而且文叔也是咱们连里的人，这是好事嘛，应该祝贺人家，怎么嫉妒人家？真是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对，我说我自己干什么？就是，您文叔也是公平竞争嘛，祝贺你啊，文叔。谢谢。来，把这路上带上。行，好，应我心意了，等我回来再吃啊。看那个优秀连长颁奖活动是吧？嗯，哎，大家注意了啊，抓紧时间干完手中的活，干完之后去店里忙干再去啊。是，哎，谢谢。干啥呀？咱们都去了，小胡在那儿。是啊，要不是这些事儿让连长对他影响不好了，那好事来问叔的事儿了。就是，真是啊。事儿是文叔自己争取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你们别用同情的目光看我，行不行啊？不就一个头没剃好吗？我想通了，连长要因为这点小事跟我计较，那他在我心里也不是什么优秀连长。干什么？我下头打我干什么？对对对，好，几位，你们好啊！连长，连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连长啊！我从电视上看到您了啊！上台是真精神啊！胸前带朵大红花，代表我们当代军人的心。哎，行，等会儿先别夸，你在电视上看见我了吧？连长上台叫我都不看吗？对，连长，你们谈完以后站起来，热烈的讨论呀！别骂我了啊！压根儿我就没上电视。上帝上哪儿去了？领奖的时候人派了几个代表，电视根本就没照着我，上哪儿看去？行。跟我玩虚的啊！这太忙，没有时间。哎，行，您玩吧。哎，我跟小胡聊去。哎，连长，哎，您玩啊？您玩，你玩。走哪儿了？该麻烦了。哎哎哎，连长，我都等你好几天了，你终于来找我来了。我错了，机关也不想去了。你还想怎么批评我？你就说吧。小胡啊，你早就该给连长检查了。连长这件事造成多大的损失啊！是。连长，小胡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说嘛呢？啊？哎，你们说嘛呢？嗯，我来是通知小胡，连里决定推荐他去厂长帮助工作，明天就去。连长，不是文叔吗？文叔都去了。谁说的？不，他都来告别了。告别了。人家文叔参加电脑短信班，跟小胡两码事儿啊？嘛玩意儿这是？谢谢我干嘛？这是连党支部集体决定的，再说选中他那是他本事，对吧？对，挺好的。院长，你看我说什么好呢？你看你这头让我剃成这样，你也没上去台，你还推荐我，我行。哎呀，行，你这个会不会腿头跟选成工作的两码事儿，对吧？这借你去呢，是让你写文章去了，又不让你腿头去了。哎，再说了，欧部长，哎，我们就是要发挥战士的全部才能，是吧？对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嘛。啊，没有，你还别说起这头来啊，我这几天开会就怕人家看我脑袋后面这个洞，你是戴着帽子，都不出痱子了。一会儿给我剃一光头啊，显着我更年轻，是吧？对，连长，你还让我剃？有嘛不敢的？我就不信剃光头能剃出沟来。不是连长，又，你瞧他这样，哎呦，我就瞧不上、拿不起、放不下的病。我告诉你们，老胡，马上到机关工作了啊。你也是咱们厂务连的兵，别给咱们厂务连丢脸啊！你让我说什么好？行，怎么这样了？来，赶紧坐下。我就是不愿意跟你们这些文人打交道。哎呀，一动感情还弄点金豆子出来。行了啊，准备。哎，一会儿把头给我剃了。哎，玩吧，慢走。慢走。
红道上一倒钩，连长还要放你走啊！我说了吗？连长不能那么小心眼儿吗？别管我，荣愿已成了，去机关当兵去了。是是是，不过到了机关以后啊，提干呀，剩下的机会都很多啊。这里面飞出去的机会好，不要忘了这里面经常回来。是哎，小伙，你走了，得请大家伙吃顿饭庆祝庆祝。对，你得给我们大家留个面子，对。我想好了，在我走之前，送你们每人一件特殊的礼物。辛苦了，谢谢谢谢，给美人剃个头。其实啊，我最近并没有生闷气，我最近啊研究了几种新的发型，有爆炸式、螺旋式、俯冲式，还有。两月了。哎呀，就是啊，这两个月呀，我给兰兰写信呢，缺了一个活字典，缺了一个好参谋。兰兰说我这个文化水平啊，直线下降，吧唧掉下来了。我平时听翻唱的酸不拉几的，实在民间那个劲儿。哎，这两个月没听那酸不拉几的梦中诗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空是，哎，你说小胡在的时候吧，我还能跟他学学电脑啥的，提高提高我这人脑。嗯，现在电脑走了，我这人脑也退化了，完了成动脑了。哎，那啥，那个小胡啥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都在呢。哎呀，小胡回来了，臭叔啊，这家伙刚走两月，都争先恐后说我坏话啊！小胡啊，刚才我们大家极力表扬你来着呢，那都夸你了。小胡，那比杆子比那擀面杖舒服吧？嗯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对，机关单位嘛，你们这些基层的同志不太理解，跟你们工作性质不大一样。你是炊事班飞出去的金凤凰，走到哪里也不许忘了炊事班。是，那我多写点文章表扬表扬炊事班。别忙，做点好吃的，争取吧。争取啊！对，主要是啊，我今天中午要陪几个领导去通讯连视察工作，这事儿都定下来了。机关单位嘛，你们这些基层同志不大理解，就是太事儿太多。那什么，这样，来，都过来，我说几句话。其实啊，说心里话，我呀真希望和大伙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嗯，是，这种感觉特别好。对，是。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啊都能梦见。是。我也不希望把你们的和我之间的差距拉太大。对。哎，你们先待着啊，我先走了。呀，咋成雕塑似的呢？回忆一下，把正事给忘了。是这么回事，我呀刚写了一篇文章啊，请各位雅正一下。雅正一下，我捅词儿了吗？酸，酸文章雅正一下，雅正，跟这儿来。这一条呢。嗯，对，在这儿。谈迎接检查的形式主义，某炊事班为迎接检查，把能吃的小白菜又栽到了地里，说我呢？那我压证一下，往后看吗？更可笑的是，有两个新战士，王庙成菜新切，晚上起夜往菜上撒尿。你这是弄啥来？这事儿让我上写？结果菜叶子都变黄了。黑马小毛，咱俩别压证了，这说咱俩的呀？是呀，我看看，煮面肉该出场了吧？代理班长职务的副班长。请师傅帮忙炒菜，参加评比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暴力帮忙在内部就被攻破了。小胡啊，真没看出来，你就睡在大家身边的狗带队。喂，小胡，还吃苹果呢你？你怎么把他们七七八的底都接出去了？那后面咱不是及时纠正了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篇文章反响太大了。那简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，那是众人瞩目炊事班呢。场战现在还号召各连学习呢。各连学习？坏了，这回炊事班真是聪明了。那都是去年的事了。什么？哎呀，
陈芝麻烂谷子你也往外说呀？正因为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所以我才要拿出来晒一晒，对不对？我这是什么？我这是批评弄虚作假，我这是借古讽今，借题发挥，借什么？借刀杀人啊！弄虚作假的领导者就是腐败大佬高货，小胡，我办事英明毁在你手里了。我名声也不咋地，回两次没关系，我刷过去。马武，我跟你说，这篇文章的内涵特别大，真的，你不能看前面，后面还有呢。嘿呦，把猪圈耍得跟变数一样，怕猪拉屎不让猪吃屎，还往猪圈里撒香水，别想了打着对象的瓶香水了。饺子，我跟你说。他们心胸太狭隘，你不能光看这个，你得往大了想，是不是？是，我那啥，我往大了想，行。可小胡，你知道我再往大了想，那我也就是自己偷摸到外边买了这么一小块咸菜，冒充是自己腌的呀，我没整那一缸回来呀，就我没招着你，你整我干啥呀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这样呢？你怎么这样呢？我真没什么恶意啊，我把这港子来了吧，同志们，来了，简笔情言呀、啊，看着回来了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做的不做，大不该说了不说，咱村里边就没有不该说的话，就是，啥不该做的不做呀，咱村里边就没做过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啊对，老高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呢，咱们要像孔雀开屏一样，把美丽的翅膀露出来，把那个丑陋的屁股、啊、藏起来，就像我似的。没事抹点那增白粉蜜，哎，去去黑。没错、嗯、你看你现在还知道天天给自己增白，可有人天天给我抹黑啊。哎小郭、你那篇文章连长让我们全班都学习过了啊、大家都觉得你写的不错。是不行不行，全班同志在热烈的气氛中展开了讨论的热烈，在自我批评的前提下展开了批评自我，在认识提高的前提下认识了提高。小胡，你看你一回来大家高兴的说都不会话了。行了，告诉你们吧，我这次回来不是写稿发表的，我是被退回炊事班，被退回来了啊，腐败了，干什么错误了，是搞下个难造了吧，侵犯谁名誉权了，干啥玩意儿你们，小胡有那么坏吗？哥呀，你最好的，真的，你最好，最多是抄几篇文章侵犯著作权了吗？说啥呢？我啥错误也没犯，我干可好了，人领导还表扬我呢。什么样你了？那是、啊、那为啥还把你退回来？你干得好好的，你干啥不在那嘎待着呢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！不是你自己要回来的吗？你瞧瞧，干什么？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不像话！还老同志，就是战友。哎，现在被机关退回来，心情肯定不好。你们都同情同情人家，我不需要同情，你们同情我干啥呀？班长，你不知道，现在部队整编，机关人员超编，那我就回来了呗，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？真逗你！班长同志，你拍马屁有拍不好的时候啊！拍马屁了，笑什么笑？还找茬你呢？什么样子嘛？同志之间互相理解、互相帮助、互相关心，我拍不好你们拍啊！我是很同情的，可是我对他在报纸上把咱们班曝光的事儿，我就是耿耿于怀。我也搞。你和你娘啊，班长，他回来了，那俺俩谁整馒头啊？馒头还是你去洗澡吧。
不过小胡正忙的真的不错，向他好好学习。哎，班长啊，那这样小胡就得打杂了，那你说他的自尊心受得了吗？那有什么受不了的，是吧？不，这个最大的一个考验，这对你们也是个考验啊。来，给他铺铺。小伙儿，你老盯着我弄啥嘞？你这馒头做的不行啊，这个头咋有大有小的呢？人还有高矮胖瘦嘞，我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气嘞。哼，那可不对，我以前做的馒头往秤上一扔，个个的一点都不带差的，是吧，同志们？什么？不知道，这三个半不太清楚。猫看不起张念英，你现在那管了笔杆子，不习惯那擀面杖了。毛啊，你可别忘了啊，以前你拜我为过师，那你现在可以拜我为师，咱俩不就扯平了？哎，怎么谦虚点好不好啊？人家小胡比你正忙的时间长，经验比你多，你先在学习学习。对新同志要多鼓励，不要吹毛求疵。常言说冰出于水而寒于冰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那叫冰水为基而寒于水。我知道文言文啊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嘛。哎，对，那个俗话不还说呢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嘛。就是你总不能黄鼠狼胜到主子，一窝不如一窝。行了，我多事行了吧？我拿酱油当可乐，我咸的。你怎么能闲着呢？就是啊，你看大家一个个冒着那个汗珠的夸嚓水地垫了八辈儿啊，这怎么跟我挺打杂呀？就是，哎，我发现最近我们厨房这个卫生不如以前了呀。对，谁的责任啊？你看我干啥呀？我是切菜的，谁的责任？你看我干啥？我是买菜的。你想想，你行心思啊？猪都饿瘦了，谁的责任？那猪不吃食怨我呀？啊，我跟他们做饲养工作，他们能听懂吗？你都让小鬼瞅他。你别扯回来心里有气，也不能拿猪出气啊。行了吧啊，你看那几头猪让你给惯的，一点不懂文明礼貌，那么宽猪槽子他们不呆，非往一块拱，我那是教育教育他们。教育那也得文明教育啊。就是你非得拿小鬼瞅他，你在学校上学把他瞅我，老师也拿小鬼瞅你，你咋我那不刚接手喂猪，我心里着急吗？哎，小胡啊，着什么急啊？刚喂猪没有经验很正常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千万不许再用小棍子打他。嗯，对，你可以找个大的。嗯，你可以找个东西扶了扶了他，安慰安慰他嘛。猪嘛，是不是？对呀，猪嘛。不是，他最严重的是，我跟你说，班长啊，他们那个卷门他不关严了，猪跑了好几回了，把我那菜地啃了有一亩多了。哎，是了吧？你孝敬老这个毛病没边没沿的，什么一亩地啊？总共才八分。不是，我是按照一亩地的那个密度摘的。行了。不要老用有色眼睛去看人家啊！就是，但是我也没有看猪跑出来吗？不是，我看见了。你们搞的是母皮糖啊，连个蛆都关不去，就是把连长的皮都啃破了。啊！连长的皮孩。可怜的猪啊！小胡，过来，干啥呀？你这是能杀的吗？那我又咋的了？谁让你把我的馒头给整了？你的馒头，那馒头姓毛啊？馒头长毛人能吃吗？那还不能姓胡，胡了更不能吃了。那好，馒头姓胡，蘸点酱豆腐，红色的，好吃吧？吵什么吵？你不在我帮你把活干了，你有啥不高兴的？你要是实在觉得过意不去，你帮我干点活不就行吗？去把地拖了。你说他这是能杀了吗？在机关不好好待着，你非回来，我刚把那馒头蒸好，你又回来搅和你。那你以为我愿意回来呢？回来又是锅碗瓢盆。你要是不想回来，你在机关好好待着呀。不，他要是能在那待着，不就在那待着了？再说了好不好？这。你们两个明天开始啊，轮流干，一人蒸一天馒头，好不好？班长，我要批评你两句了。
当班长的不能活心的。当班长的愿力性一定要强啊！这就好比踢足球啊，像老的常常踢的挺好的，凭什么要换人呢？就是，你这个换错人啊，你这个教练是要下课的，你下课了，我就要坐在教练席上了。就是，人家孩子踢的好，不是孩子刚把馒头蒸上瘾，是吧？你这不打击孩子积极性呢？啊，小胡是后悔了吗？啊，这跟孩子打杂了，对吧？没人干，先干着，等新兵来了再换嘛。就是，就是啥呀？就是，那新兵来了，我也该走了，我还蒸什么馒头？一个人叫个班长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咦，小胡啊，这是你蒸的馒头？咋样？好吗？这么好啊？这发酵粉发的太多了。不可能，我有准儿。有准儿？我已经放了一遍了。那你放一遍，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？你偷偷蒸上了，你谁也不管，这怨谁呀？那怨谁也不能怨我呀。成了，别找了，我宣布。这馒头从明天开始我蒸，我蒸，我亲自蒸。拿面了呀，班长，这还没到明天呢。我先把面发上。哎呦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得说一下你们啊，最近对小胡的态度非常不好啊，不要总提那件事情，该过去就过去了，是吧？大家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了，干嘛总记着不放，好不好？他刚从机关退回来，心情不好，大家都帮帮他，听见了吧？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哎呀，小胡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。好像之前没有参加咱们班的班委会了哈，来开班委会了啊！首先表扬小胡同志，从机关帮着工作回来以后表现非常好，啊，非常好，主动帮着小毛一起蒸馒头，不错不错啊！但是这个，和同志们工作的一种关系处理上嘛，还是稍微差那么一丢丢，一丢丢，不多不多啊。那个，唱首言，唱首言，说吧，说吧。那我说一下。说吧。话不说不透，砂锅不打一辈子都不漏。小胡的优点那是老多了啊！蒸馒头擀饼贼好吃，还能拽几句朦胧诗。但是生活不是朦胧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活生生的。我觉得你对工作哈是啊，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安心，不过也没啥，对吧，班长？对对对。作为副班长。我首先要检讨，对，你说，对小胡同志平时帮助不够。你之所以优点，好，那我就说说你的优点。你这个人啊，优点很多，多的就像天上的星星，数不清。你到底有什么优点呢？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我今天主要说说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不多，也就是十几条吧。我现在给你一一列举出来。第一条，你这个人好高骛远。不能安心炊事班的工作，总想着出人头地，刚到机关没几天就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了。忘了吃几碗干饭了？我这两天特上火，我一碗饭都吃不下去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他的优点我说过了，就像天上星星数不清了。不是说小胡，你刚刚离开炊事班，你就借我们班的老底啊。上次应届检查一开始是有点弄虚作假，很快纠正了，可你不能把它拿到报纸上去曝光去讨论呀。对呀，我栽活了那么大一颗颗能吃的小白菜啊，我容易吗？我是按一亩的密度栽的。对，实验只有八分，人力啊，你拿我当批判典型了。对呀，你还在报纸上讽刺我说把猪圈刷了跟别墅一样，还说我怕猪拉屎不让猪吃屎。是，你还把我和小王往菜上撒尿的事往报纸上整，你说让我俩以后那形象咋弄啊？那我不是为了批判形式主义举个例子吗？我不说的是某炊事班某吗？某炊事班是哪个炊事班呢？啊，不就是咱们炊事班吗？啊，那我批评批评又怎么了？就是啊，怎么就不能批评啊？你这事情做的本来就不对吗？我也参与了，就是不对啊，我有责任。没有
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吗？咱们班这么多主旋律的东西，他怎么就不写呢？啊，天天写咱们崔志班的黑暗面呢？再多了我就不说了，我的优点就不少嘛。我很痛心呀、啊。你说说，你说说，你看看，啊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是不是？平时都不错，你扯这干啥玩意儿？小胡，你这样做很伤大家的心呐、就是。小胡，你这样做缺少战友情啊！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！我就要表扬小胡，我现在要亲自说一说小胡同志的优点。小胡同志，行了，班长，你别假惺惺的表扬我了，你还不如他们几个呢，他们都能实话实说，你老拐弯抹角的讽刺我。小胡同志，小胡。我真服了你了，你把我的好心都当成了驴的那个肝和驴的那个肺了你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说了，下回。胡哥，胡哥，胡胡哥，胡啊，我跟大家说实话吧，我这次回来不是被退回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。机关要缩编人员，我和通讯连借调战士小徐，两个人必须要走一个。科长本来想留我，征询我的意见。我知道，留在机关上学提干机会多，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咱们炊事班。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总是能闻到馒头和咸菜的香味。当我走进食堂的时候，听到锅碗瓢盆的声音，我就会想起咱们的操作间。我跟科长说，我还是回去吧。这不，我就回来了。哇哇！小胡，天哪！志杰，你批判的，我批评的是对的啊。怎么可能呢？给你曝光了！不用曝光，这是小胡写的呢。作者古月，哎，不是小胡，妈，古月啊，编毛主席了，改写文章了。啊，那是能啥嘞？看看日期，这是半个月前的报纸。哎呀，先念念念念，好好，念念。我们炊事班是个温暖的集体，班里的人虽然性格不同，但彼此信任，待人真诚。是这个特点呀，尤其是我呀，你别自卖自夸了。哎呀，相互之间批评是善意的，表扬是真诚的，就连争吵都是亲切的。你看，就至少都是亲切的。我念念，我念念，我念念。班长胖 H， 心宽体胖，表面上圆滑，其实原则性很强。一班长这可想尿。副班长老纪，爱批评人，爱自夸，但内心善良，爷这就是一啊！新战士小 M， 小 M， 今儿练呢？你这谁写报纸，俺自己都不知道挨上这么多油点。还有新战士小高，哎呀妈呀，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太能夸了这也。有。哎呀，还有老兵大 Z， 哎呀，大 Z， 哎呀，对照报纸上这个大 Z， 那有点脸红，红的有些发紫。不好意思，看，给你小胡写的啊，小胡他写的，对呀、啊，古月，胡分开不是古月吗？
地上，这就是他俩的燕子啊！这想不到啊，贝瑞在他心目中如此之高啊！我一直以为吧，他瞧不起我呢。哎，又红红嘞，酸溜溜的呀！啊，你们看看你们几个，人家在报纸上批评几句，看看你们那个态度。姐姐，念念啊，咋不念呢？后面怎么有批评开了？你别管批评不批评，你看见批评的对不对吧？你对呀，这没有全天呀，这没有全天，这没有全天，反正没有全天啊！你们怎么又怼我来了呀？你们不对，你拿不来，你拿不来。